如果你发现睡眠之后有严重的打鼾现象，呼吸困难，平日容易疲倦及嗜睡，你就有可能患上阻塞性睡眠窒息症。阻塞性睡眠窒息症 OSA 的成因是由于患者喉咙的软组织过分放松，使呼吸道收窄并产生部分性阻塞。如果没有得到好的治疗，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例如引发高血压、心脏病及严重影响日常工作生活。CPAP 连续正气压睡眠呼吸机是 OSA 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在医学界沿用超过30年。其原理是利用睡眠呼吸机提供加压的空气，将呼吸道保持打开，避免患者睡眠时气道塌陷，令呼吸顺畅。进行 CPAP 治疗后，可以有效地消除打鼾及气管窒息，降低高血压和改善睡眠质量。MRC 睡眠打鼾治疗诊所成立于1997年，多年来致力为受睡眠窒息症困扰的患者提供最高质素的治疗服务。我们的专业治疗人员均具有丰富的经验，与安省的睡眠专家和家庭医生以及睡眠治疗师合作，为患者提供最适合的睡眠治疗及最先进专业仪器供应。我们的团队更会有针对性地为每一位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个人化服务，包括仪器选择、面罩和配件，以至呼吸机的调教、维修和终生售后服务，力求满足客户的需求。出色的服务让我们备受大众认可，至今拥有近30000位客户，并被评为大多伦多 No.1 的睡眠治疗诊所。我有严重鼻鼾，医生说我有睡眠窒息症，好彩有 MRC 帮我重拾健康的睡眠。在 MRC 睡眠打鼾治疗诊所，我们了解客户的不同需要，提供个人或公司医疗保险计划。您可以在这里得到高品质的治疗睡眠窒息症的产品及其他专业服务，务求令你尽快适应睡眠呼吸机。我们提供免费的专业建议及呼吸机配置咨询，客户还可以参加我们先试后买的计划。在 MRC， 我们相信只有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客户，因此我们诊所拥有大多是最先进及最齐全的治疗睡眠窒息症产品，从呼吸机、睡眠姿势调节器、个人健康枕头、光理治疗、疼痛缓解器到各种按摩器材，应有尽有。除此之外，我们更是 Transcend 这一款最新的名牌仪器分销商，采用干电池设计，更为轻便。My husband had suffered from snoring problems for many years until we went to MRC Sleep and Snore Therapy. We're really glad we went to MRC because we were at the edge of giving up. I tried a lot of providers, but their product and service were unsatisfactory. Luckily for me, my doctor recommended to me MRC Sleep and Snore Therapy. It was the best decision I made because I was able to choose from a selection of the newest devices available.I recently purchased a quieter and more compact device and a new mask that matches my on-the-go lifestyle. MRC 睡眠打鼾治疗诊所致力为您提供无与伦比的睡眠品质。5家诊所遍布大多伦多地区，根据客人的需要，我们提供中英文服务和办公后时间预约，或者安排技师到府上就诊，欢迎来电预约。优质睡眠，交托我手 ，MRC。